现场要不要再点评一下肖老师的穿搭？你可以先趁着镜头展示一下。但问题是，这个穿搭是他造型师的，又不是他自己平时试驾的。超会穿，我天哪！你给我闭嘴！给你展示一下，评价一下，你认为这样的穿搭你认可吗？挺好的，我很喜欢，就是黑白，对，黑色系的衣服。他日常是这种风格吗？日常不是，应该不是。日常风格还挺，主要就适合自己吧。清新。有没有想私下跟战哥？我要一定要学习一下。